今晚出門大概八點鐘左右咧，就去散步啦。咁望向天空山頂個方向咧，又見到一啲類似星光素，所謂星光素嘅現象啦。咁今次咧拍得比上次咧就清楚啲，咁咧同埋好清楚睇到嗰啲燈光咧發射出嚟，同埋咧。可以見到其實是半空發出來的，就不是地面的，那這個星光show都是很特別的，你們可以慢慢欣賞一下。散步完咧，翻翻嚟呢個角度咧，望上去咧，那個燈光show咧已經停咗啦。